下去，他头没下去。啊，有啊，因为你浮起来了。哎，可恶！我现在在什么异空间，我完全不知道。我下来又死。哎，为什么？小雨，你到底怎么了？真好神哦！还是直接那个好肥哦？为什么你还肥？哎、欸，哇塞！他就是那种美人鱼，有没有勾引男生下去的？所以你现在在哪里啊？他在这里，这里。啊！你太大了，太大了！哇塞！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你不会死啊？美人鱼有没有勾引男生下去的？我不知道。我觉得你好恐怖。不要啦！然后你没试过啊？不要啦，不怕水啦！不会啦，你是喜欢玩水的那一种呢？下去下去，还下水吗？还是踢踢他，踢踢他，踢踢他想要你，你创造对不对？我没有创造，他没有创造，我才把它变掉。哎、欸，苗哈也死了，可以变态人经验丰富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！哇 ，bug， 保护措施啊？为什么？那是不是你的粉丝？你重来一次看看、啊，你怎么会这样子？啊、你网出 bug 了，你赶快自己再下去一次，你下去一次，再下去一次，你自己跳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欸、为什么？还有其他的，还有灵异体质哎、欸，好梦啊！为什么？你凭什么？对啊，你看，不要再被他诱惑了，不要再被他诱惑了。感谢师弟，下去了好不好？死了，哎，我也不死了，是被打下去不会有几率不会有哦。啊？没有啊？对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到底怎么不死的？还是我太我怎么不死的？三，为什么就你们两个不会死？没电，你再试一次，小黑再试一次，不会死嘞，不会死，不会死，有啊，不会死的，创造，你创造啊。对啊，你不会游，你不要骗人哦。对啊，你根本就没在游。我在游啊，我在游啊。你脚下没泡泡啊？你看，你看，我在游啊。欸、还是下去的瞬间赶快浮上水面就不会死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试过了。我在猜是不是创造进水之后再开生存，之后就不会都不会死。对哦。你一定一开始是创造。没有啊，你不不对，一开始我是打他下来啦、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他生存怪哦。生存啊。我一直都是生存啊。哦，你以为你是创世主啊？哎，创、欸、造下来，现在已经有 8.6 抗体了，是不是？哇，死不了，睡过头抗体，对，抗性。为什么？真的有点，这就是一个不解之谜了。不解之谜，你就只能在下面喽。你只能站着空白键哦。我们今天来玩。啊我想说你死不了。我们今天来玩跑马里哦。哇，我们几个人，8个人哦。这个每一圈，记得他的道具好像只有4-5个哦，所以跑在后面的人不一定就会撕到道具，好不好？这游戏的玩法就像是那个马里奥赛车一样，只是我们没有车可以搭，我们自己要跑。自己跑，要自己跑。波浪服不苦，这个可以先练习。这个点我下面的按钮，我们就可以进去点下面按钮。对对对。哦哦，轻轻按就好。哎，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，太高了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谢谢。只有巧克力进去耶、欸！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？哦、是比较近的吗？哎、欸，进来了，难怪你会叫我们点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这里不要打不要打，死掉了麻烦，死掉了，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啊。猫这只猫有点过动，然后你看这个跑，看到你看加速，手痒啊。游戏都要按这个加速跑，可以看到它。啊，我死了。你看，哦，然后它只要我看到了，不要这次空的。一扣血，他就会缓速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打人还是被人家打都会缓速。哇！然后，别别别，走，太快了。嗯，我知道自己按了。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心哦、喔。好，这个是检核点。这个游戏呢非常关键，就是你每次跑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这个检核点记录点。它一圈每个关卡不同，像我们这练习的地方有5个检核点。如果你用 Ender Pearl 啊，或者是你走外面绕过去的话，就不算你有踩到它。哇，对你这样就会等于是可能会漏跑一圈。嗯，那你经过检核点的话，如果你死掉，那就会在检核点复活。我知道你们不相信，小雨示范。
有哦，刚没看到。那如果老师没看到，再示范一次。不是，你知道我刚死掉，我在打哈欠到一半。那如果你扣血啊，可能因为道具或怎样扣血，你按住蹲下，它就会慢慢的回血。嗯，没有哎，我没回。没有回，没有回，没有哎、欸，没回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人太多了，被骗了。哦，正常按蹲一下，他就会开始慢慢回了。一下就好，不用按哦。就是按一下之后站起来，他就慢慢回。哦，对，那这边呢是绿宝石是有跳跃效果。好，要自己按哦，我以为是经过就跳。加速抗性，抗性，白色是抗性。哦，金色是加速。加速哦，跳。哦。然后地图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小陷阱机关啊。哦，不一定每关都有，对，像他按了就关起来。哦，所以要就要再去踩这样，要踩一踩。然后这个是 Super Speed， 哎呀哎呀哎呀，好快啊，好快啊， Super Speed， 哇，好快，两段式尖叫，各种尖叫，慢慢来，慢慢来 ，OK OK， 哎，大家写的样都一样，记一下那个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就可以，效果。对，然后这边，哎，加速加绿宝石的跳跃就可以跳过去。屁！哇哦！你可以不用那么快，因为它会持续一下子。哦。对对对对。冲进海里，有有有！哈哈哈哈哈！看着大家各种跳下去。哎呦！我靠！加油！剩你了。空格键，那个我今天都在起点等大家。空格键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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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。啊，这个宝箱呢，就是游戏里的道具，你们每个人都有装材质包吧？有有。对，然后这个香菇，这个轮流拿，那香菇就是加速，加速，按右键就会往前冲。哦，你还在前面干嘛？太快太快！哎，我刚好要按右键按爆冲爆冲，哎，小心小心，很容易冲下去。好像一群野小孩，真的有一点像，真的有点像。小妈妈，闭嘴！小妈妈。啊，最后要关键喽。嗯，这边好像要轮流拿。哇，消刺吗？这边我前面这边可以拿到消刺。消刺是它也要特别哦，游戏中的消刺是你使用它，你就会瞬间飞天哦，然后你再按空格，可以多按几下就会展开翅膀。嗯，哎，记得空格键尽量多按几下，因为它有时候不一定张开翅膀，尤其你太胖的话。不要！掉下去了！小雨不要停下来了！我飞过来，努力飞过来，努力飞过来！我们期待每个人都可以飞到。消刺就尽量空格键连点，因为也不会有有有有有，对，有有有，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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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学到精髓，会飞行了，对。哎，你还想道具就差不多会有这些。他怎么抓都怎么这么高？怎么抓我？都会完了，都会完了，来来来，会了会了，就是这样。OK， 感谢今天收看。重头戏才要来开始，好不好？好 ，start again，start again， 一个一个进来。好像不是一起的、哦。对，不是一起。哦。一个一个按。你。然后都来了吗？还有两个，杰克。好。好，我们今天就玩简单的地图，好不好？耶。对，这个是这个从第一个，我们就可以从第一个世界开始玩。它这个是有参照马里奥的赛车，马里奥赛车也是这些世界。嗯、就从这些世界开始玩。那你跑可能会觉得稍微比较特别，因为我们玩的是镜像世界。镜像，这个正常的世界已经玩过了，镜像世界其实就是反过来跑了、啊。哦，难度会变得比较难一点点。好好好，没问题、啊，可以的，我相信你们都做得到。镜像飞，这个是刚刚是什么、啊？看一下、哦、，Bridge Cup 什么意思？没有看翻译。哈？哈哈哈哈哈 ！Cup 不是那个吗？杯子，杯子，杯子，没有一个人统一。Bridge， 沙滩吗？不是吧？是那个桦木杯，桦木杯，桦木杯，简简单单的桦木杯。我差点都要说那个海滩杯了。OK， 好不好？有四个地图哦，这边前面也可以看到它的世界的缩影。哦，这是第一个。
然后这是第二个，哦，好惊喜哦，那个真的很猛哎，这个这好厉害哦。第三个 ，Caesar， 哇，最后一个魔王，魔王，就是比较难一点的，哇，你要他注意，这个每一个杯赛，我在起点等大家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第一名跑完之后，他就开始计时，好像是一分钟还是两分钟就会结束。如果你没有跑完赛的话，就会获得 DNF 最荣耀的奖杯。第一名就是十分，DNF 是无法无可计量的，无可计量的。未完赛，未完赛。这四个我们就会比他的分数哦。每一个杯赛会有这个四关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你就用它 default 的圈数跑四圈，好，好，来 go go go， 那不要乱打人哦，你自己也会还哦。好，不打人不打人，你有机会可以捡到剑石。嗯，哎，别别别，哦哦哦，这不跳的，我以为是可以跳的，没有道具，给个道具啊，对吧？都没道具哎，四个道具都吸光了。哎，是走下面还是走上面？哦，下面有毒，下面有毒，下面有毒。下面有毒，下面有毒，不可以吃，你们等一下。啊！哎，白石中毒，中毒，不要中毒，不要。哎，你是我跑到场地外，跑到场地外，不要在场地外跑啊！场地外麻烦 kill 自己。哦，好。弓丢出去好像可以，哎，没有拿剑术，扔把弓箭扔出去就可以 kill。哦，是噶，刚摔死了，摔死了，好可怜。对啊，我还是没办法自己 kill 哎，我把弓又来，弓扔出去，弓扔出去啊，到底还是不能。嘿，他好像要一个选择，你看一下。有选了个小雨啊！我刚死掉哦，有吸力，是巧克力吧？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哎，小雨，你那个讲法就是你好啊，太了解了，那你不舒服？没人香蕉皮啦，我过不去啊！那地上有时候可以看到香蕉，那可以尽量吃。我也没出来了。哎，我知道了啦！哎呦，香蕉皮哦，香蕉皮好吃好吃，有玩过马里奥赛车都知道，香蕉皮赞。是什么东西啊？放一下。谁？这什么？哎，自己踩到自己的香蕉皮，白痴！谁用那个中介之眼？我，这是什么作用啊？那就是就瞬移啊，跳到下一个检核点。哎呦，好爽哦！好猛！怎么这个样子啊？我看到巧克力了，你不要啊！嘿，小雨，你借过啊？哇，我借过来，我都飞出去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好想看到人哦，你们在哪里啊？你炸我啊！第一名，哇哇！哎，炸！杰克，你那样子可以吗？他有记录到，但是我真的死不了。我 kill 你，有记录到好不好？这样可以跑哦。冲啊！啊，我卡错了。因为你之后可以自己 kill， 他其实扔弓也很快啊。我有扔啊，可是没有死哎。我扔了，他说什么血不足。阿基，不要跑！都 OK 了，好不好？都 OK 了。不要，团团你走开！我跑到外面来了。外面自己死自己死！你走到扔了呀？不要，不要走了。哎呀哎呀！哎，烈焰感是什么？他也都完赛了，你们。对啊，我刚刚以为我最后哎，然后就烈焰感是什么？哎，烈焰感是给大家打雷。哦，时间到了吧？有了，到了，我还可以到哎，我也可以到哎，大家都完赛了，太好笑了！哇，哇 ，Jerry， 哇，完全看不到车尾灯，真的。可是我觉得你，可是我觉得你好像蛮快的，你好像一下就到我后面。哇，巧克力超快啊！快快快快快！团团才快，好不好？我零分啊！快点跑啊！我还转头丢团团，你知道吗？各种丢哎！你的分数无可限量，无可限量。那要不要跟你换一下？来啦来啦！哎，我要玩卡丁车那种方法，我在路口等，知道就在路口等。可以，好好好。没有，他道具好像就只有四个，所以我们一开始一定会有一半人吃不到道具。真的？怎么组队啊？组队，他没有组队模式，没那么厉害。可恶，不能掉下来。
个人赛，个人赛，第二关这个、哦、要爬山的感觉哦，爬山爬山。好，看看还有，我们来个四圈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四圈四圈，没有问题。Go go go！ 好按好按。哎、欸，哦，还没跑，终于可以了。七点那边跑。好，冲啊！哎，我有人跑，有人跑反了。喵他跑反了，哇，没跳到，来到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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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跳到，哎，你要想他死掉，哇，谁呀？谁打雷了？我东西不见了，谁打雷？好晕，完了，不是我啊，是我，跑不过去啊，我被烧死了，我有说对不起，要把补一下，啊，不行不行，太烫了，我刚回。刚刚怎么过去啊？哎、欸，不要这样打了！哎、欸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事。啊、我不知道为什么没事啊！我不去啦！为什么反应不会被打去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没有这个，这个不能受伤。等一下，一开始过不去啦！对啊，太难了吧？不是你慢慢慢慢死掉，有机会获得那个中介资源。我直接第二圈了啦！对啊，我直接拿到了，我直接用了啦。中介资源就可以直接跳检核点。对，我要直接跳。反星，你拿到了？我拿到什么？你刚刚幻境消失、欸。啊，所以嘞，我那个是什么？中介资源吗？哦，还是哦，你是玻璃，玻璃是隐形。屁啦！吓死我，吓死我了！嘿嘿嘿嘿嘿，加速！不是哦，小雨怎么第二圈啊？第二圈了，第二圈了，第二圈，小雨你太过分了！哇，到了。哇，八七！你拿什么东西？烧烧烧烧！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你不要再当小方面了。那个岩浆，我把那个掉岩浆，白痴哦！哎，你跑太快了。